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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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他有最大的问题是这里，他的后面啊，这里，痛不痛？不痛的，不痛的，可以治疗啊。那治疗什么？不痛治疗什么？痛的治疗，是他，那个抽烟，油包，那个不是痛的话，就属于美容范畴。 美容变漂亮嘛，那这个就不是在这里做了。他这个不痛，是吧？他妈不会用，那会用他就会恶化。他现在痛吗？痛啊，好像肿瘤似的，像圈圈一样，很大一块。那我去那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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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
然后就走走一些。